哦 ，Jessica， 没死，那没死，那没死。你居然没死！哇，科学，这种电梯摔下的人肯定会死的呀。哦，这是和麦克一样的外套。这妹子也是有理智啊。那等一下，该不会说什么麦克到底是救 Jessica 还是救 Josh 这种狗血剧情吧？没事，双马尾一定会活的。那么就是说我一共才死了一个人。这帮人你们在干什么？你们不是应该在那里待着的，不应该出来的吗 ？Come on, guys, hurry up. We gotta find Mike. Come on. 我的妈呀 ！I'm kind of giving out here, guys. I think maybe you should go on without me. 他真的有男人的担当啊 ！No, Chris, we are not leaving you. We're sticking together. Mike will just have to wait.我们当然要一起行动了。现在我控制的是谁呢？我来感受一下。哦，我控制的是 Chris。可是他们这个队里面现在只有这两个男人了，不能再少一个了，好吗？现在 Josh 也没有归队，他能不能归队我也不知道。心痛。其实我们现在细细品这游戏里面的这几对，有这个Jessica 和 Mike 那一对，他们俩一开始是很甜的，有一个官方的一个 CG， 就是打雪仗的 CG。然后加上这一对呢，Chris 和 ，shit， Mike must have locked it behind him. Crap, there's got to be another way in. 好吧，希望我们能找到这条路。哦，其实控制的不是 Chris 啊，控制的是我们的这个他妈的叫什么来着 ，Ashley。我们的 Chris 和 Ashley 这一对呢，也是感觉比较真实啊，就是大家能理解上去那种小男女之间的感情。乖乖女和宅男。I mean, should we try it? Well, it's not like we got a whole lot of choices here. 一般人都往上走，你们居然要往下走，我他妈也是醉了。其实你们在那个里边乖乖的待着，等到黎明的人来救你也没有关系的。我感觉麦克不需要你们来帮他，只要有我在，是吧？哎，像蜘蛛网一样的警告，还是第一次见到。Okay, this.Is maybe the last place I would want to be right now. So who's going first? After you, Emily. Oh, Sam. Sam 是目前这些人里面身上的伤最少的。It's not so bad. You think this is the tunnel to the sanatorium? Of course it is. Where else would it go? Hell.他也是最乐观的一个了。我们现在控制 Sam 吗？可是我们现在身上没有武器，他应该不会给我们射击的 QTE 的，最多也就是普通的 QTE。Chris, I know you're hurt, but you gotta move it, all right? I'm trying, Ash. 因为这地方你不可能一个人落单啊，虽然你可能会连累大家的，但是我们在连累之前，我们要一直勇往直前。我希望最后一个人能把井盖给他盖上。这里不要高能，不要高能。咦？哦哦，没高能。Hey, hey, we should close this, right? Huh? I mean, what if something's following us? Yes, fine, close it. But we gotta keep moving. Can you just catch up, please? 这能让我选择要不要关？可是这样的话，哦，反正这里面也是能打开的，所以应该没事。但是我觉得怪物没有那么高的智商吧？谁知道呢？好，我们现在开始控制我们的 Ashley。其实这个名字感觉像是魔咒一样，不管是叫 Ashley 的什么人都感觉会拖后腿的感觉。大家能想到另外一个 Ashley 是谁啊？啊，就是那个总统的女儿，对吧？哎，他们人呢？怎么一个转身他们就不见了？难道是我太多事了？喂，等等我！咦，怎么回事？不是吧？这个应该是 Emily。Jessica? Who's there? Anybody? Jessica! Jessica's still alive? Is it you? 他们人呢？我们去看一看吧。就算死也是一起死，我就这种想法。我们不能见死不救。Jessica. 因为时间是关键，这个游戏。
如果我们去和队友汇合的话，可能活的人已经死了。Jessica, is that you? 而且只要有我的手柄在，我不让他受伤的，相信我。Jessica, Jessica, 在哪里啊？我没戴耳机啊，我不知道他的声音传在哪里。但是他应该是一本道的，应该是一条路的吧。而且那个怪物也不会发出声音的。你这地方不能坑我吧？不能是怪物吧？妈呀，这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吗？没有。快给我点武器啊！这妹子人胆量挺大的，没有武器就敢一个人单独行动。Oh, what is that down there? Oh, here. It is from here, right? 决定命运的时刻就要到了。我希望是 Jessica， 我希望不是怪物。啊！啊，没事啊。对不起你 Chris。 Chris， 我对不起你啊。不要玩了啦，为什么会这样？我太天真了，我太天真了。哎呀，Josh， 他们这些怪物为什么一直迟迟没有伤害 Josh 呢？ Oh, great. Oh, shit.Dead end. No, I think I can. I think I can do it. It's like a rock wall. Chris, 我对不起你。Chris. I'm gonna keep going. Are you serious? Get back to the lodge. Shouldn't we stick together? Sam. I'm sorry. I have to get Mike. With you or without you? Just make it back, okay? Ah.跳吧，一般能跳的我都跳，因为我比较喜欢 QTE。可是我现在心情简直……现在啊，错了！我想知道我心理阴影面积。You've done this before. You've done this before. You can do it for a second time. I have faith in you.Macon， 我现在心里面心情好难受啊！看他全和，哎，操！我刚上来为什么要跳下去了？这边是什么 ？Okay then。这边是告诉我们这边不能走，那右边呢？可以上去吗？啊！你已经没有退路了呀！看来这个游戏它不仅是没有 SL 大法，它还在剧情上面给我们各种杀。完了，温蒂哥要来了吗？不要啊，我可是手无缚鸡之地的女子，不要这样对我，你太苛刻了。我只是想去找麦克而已，但是想找麦克应该是向上走，想找 Joshua 的话应该是向下走，或者是 Jessica。 我感觉 Jessica 活不成了，肯定的了，对吧？ What the fuck， 要光能了，不要光能啊，没有高能，果然还是对我还是蛮仁慈的。What is that？ 图腾。死亡图腾！这不是 Sam 自己吗？他不要死啊 ！Ikide， 不要死，不要死！这游戏里面图腾应该都只是预示而已。那边没有路可以走了，我确定的，才能只能走这边哦。啊！你来了。
可怕了，这个扣第一。这个打雷。哦，太好了，有武器了。虽然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武器。我们现在有了一个老魔杖，是吗？我现在觉得我在和超自然力量抗争，所以我需要一把老魔杖，是这个逻辑吗？这东西能打到怪才怪了，还不如拿个铁管呢，像《寂静岭》里面那种，撬棍一样的铁管。咦，迈克！打他！打他！呵，好的，头打掉就没事了。哇，他们俩真的应该在一起。Define all right. Alive for a start. Yeah, life's good. Yeah.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here anyway? I was gonna warn you about the Wendigos. I think I got it. Yeah. Let's find a way down to where this fucker lives. 他还没有跟他讲哎。